今天蛮特别的。哦，今天穿搭其实是两节式的洋装，然后非常的轻盈跟舒适，那其实蛮适合春夏的。那最主要是，它可以很休闲，也可以很正式。当您搭配不同的鞋款的时候，那平常对于穿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？特别的想法，其实我私底下走的会比较，休闲简约，对，以舒适为主，对，所以却可能看到的都是比较舒适的状态，除非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可能需要打扮，可能就会像今天这样子。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要跟大家介绍分享？因为你如此耀眼，接下来会跟大家见面是新的剧，对。